大家好，今天来我大表哥家玩，正在切多少斤重的西瓜？我给你挤有点。这么多，好久没玩篮球，应该有一两年没玩。还球吗？还球吗？你的？对了，我们可以斜着跑的。这里发现了一只绝非的小鸟，这只小鸟刚学飞呀，还不会飞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小鸟，它应该饿了，等我手放在旁边，它就要捉。这只小鸟是从那个洞里面掉下来的，它洞旁边还有毛，小鸟的毛。找一条蚯蚓给它，它应该饿了。这里一条蚯蚓，这小鸟没抓住，它钻进去了。走了就算了，我本来还想把它放在那个洞里面去。这上面有一首蜜蜂，以前在楼上的，现在他们搬家了，搬到这下面了。这里面应该有蜂蜜在里面。那这边挖的，哪是这边？那边是啥子？不有那个不没动的，你那就不会插，你那就腿没好整啊，这个不会插没有？应该呀。不会插你看。那个那个过过的知道风还跳还跳还跳的老几个道。这位大表哥，他本来在做那个放鞋子的，现在不做了，改天干。现在吃饭了，哎，要个蹦迪吗？蹦一下你啥事情？啊？你有啥事情？别闹。哎，哥，来一碗。我爹都不想丢。哎呀，虎哥，不要紧，你比快点。我，哎，过年酒啊，过年酒没晕。我晕了。那老爷爷在烧水，老有烧水。现在吃完饭了，跟我表哥来这边逛一逛。这边是广场，是牛心山啊。去那个牛心山啊，对面。来，怎么用你那个当怎么洗？不少吗？可能洗还是看了分两百块。没么看了，没么。一个零。一个打多少个字？啊，那就是你的。我们俩来这边促进一下感情。